给你们看我的舌苔。为什么我很帅？我真的没有舌苔吗？看不出来。那跟什么合作啊？那很帅，凌霄哦，那也是热人。你要顺便把鸡腿剪了，对吧？我不可以这样子玩食物。安安 ，Hello， 你好吗？看一下情况。请感谢，珍重再见，期待再相逢。今天直接用那个打讯号的方式，简直高清到我的毛细孔都被拍出来。哦，这边有一群人会通灵，他们到底为什么连我在哪出现都知道？范胜雄，范胜雄怎样？演太多，真的，都快以为我们是来劳合夜市台剧了。哎，劳合夜市有什么好吃的啊？刚问说那个胡椒饼，但是我蛮怕辣的，我是怕我吃一吃会直接像左峰一样，吃辣的时候他的屁眼都会爆。啊！是啊。慈幼宫没有。啊。你知道慈幼宫最有名的祝生娘娘。哦，所以。怎样？怎么了吗？祝生娘娘。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可以来。没有，目前没有需要。我现在超饿，我为了要今天吃老河，我醒来到现在我只吃了一个凤梨，我就为了今天等一下要吃饱。这个是目前夜市挑战以来我唯一不用节制的一天，因为我就吃饱给他吃饱。真的不用节制吗？毫无节制吗？毫无节制到我这个牛仔裤今天穿上去的时候发现越来越紧，我就快要扣不起来了。太夸张了吧，我的肉直接外露。那为什么会缠这个？就是感觉好像不一样的裤子，好像是裤子变小了还是？你要吃一块胡椒饼吗？你要吃吗？从这里下去，要绕一圈是怎样？喂，老天是三，哎，这个形状我觉得蛮像我们，蛮像。所以以后代号改成胡椒饼，这还要多打一个字，好像馒头比较好。我懂为什么它好吃了。为什么？就它的馅料是真的拿一般的肉去做，而且是有分不同的口感，就是有一些是瘦肉，有一些是有点是焦脂的那一种。啊，好看！我说你后面是跟了一群黑衣人，真的，感觉格外安全。说鸡腿卷好吃，去看看。请问这是士林夜市吗？不是，这里是大东东夜市。哦，你知道多白痴吗？就是我不知道是就我跟经纪人就很常会一起，就是去工作或者是例如说拍摄的时候，他就会帮我找。然后前阵子我去高雄的时候 ，COD 就问我说：“哎，所以你跟你经纪人在交往吗？”差点昏倒。而且最好笑的是，大家都觉得我有时候看到大鸟皱眉头是在做笑，没有，他们说我喝醉的时候我看到大鸟也还是会皱眉。皱眉，谢谢。哇哇，这个尺寸怎么样？好像有点小。还好吧？不会吧？我觉得没有到小啊。看你是有多大。超派跟龟狗比呢？看样我没看过小龟狗，我哪知道啊。不是，我咬下去那一瞬间，它就是射出那个芝麻，它的炙热液体。哎，真的很好，这比芝麻、芝麻、芝麻、胡椒饼还差。哎，里面真的很好吃哎。它的里面，下一家吃什么呢？吃什么？蟹肉棒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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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只有蟹叫蟹肉棒？鸡怎么没有鸡肉棒？牛怎么没有牛肉棒？还有猪肉棒啊？就只有螃蟹有蟹肉棒，不公平。对，他们这些好有名。这家来，这家臭豆腐，这家我有。要来试的吗？给你们看我的舌苔。为什么我这很帅？我这没有舌苔吗？看不出来。那跟什么合作啊？这很帅，凌霄哦，这也是热人哎。为什么它中间都会陷进去？然后你把它塞满满。哦，塞到它的洞里面。对，没错。那我就不客气的塞到你的洞里咯。闻起来好像还好，就我觉得台北的臭豆腐闻起来都没有很。南部哪边的臭？南部的臭。真的假的？台南臭烂。我要这样吃吗？对。
啊！哎，但我觉得蛮好吃的。台北的观光夜市的臭豆腐吃起来就是比较不会臭。因为它又要迎合外国人，如果真的像南部那么臭，可能会有人吐。不会啊，我在南部吃的时候我就吐出来。真的假的？哪一间这么臭啊？大冬天。真的假的？哎，还有推荐的吗？地瓜球，这边地瓜球有。地瓜球一定要加胡椒盐，加胡椒盐好吃。啊？真的。聊天室先吃。我刚刚一回头，妈一排有啊。我很想要表演一个特技，但是我很怕被胡天插到，然后跳起来。你先吃，很烫吗？用左风来测试。很好，是口球，你知道吗？口球？你是口球吗？那你眼睛要乌瞎。靠背啊！哎，刚有一个地方卖皮带，我来买来抽你。看我吃，好烫哦，很滋味，好想要当地瓜球。你要顺便把鸡腿剪了，我不可以这样子玩食物。今天穿这种会露背的衣服就好吃，比较不会那么脏。但是我的袋子还是湿的。你要摸摸看吗？不要。摸摸看啦，你摸一下，摸一下那个袋子，很危险，弹一下，这真的很湿，不敢，你看起来很近耶，你看不到啊，很好评，哎有一个，大师好厉害，真的，卖三种，我还可以吃耶。我知道，你可以吃，你吃啊，你吃有饭啊。那我们就干脆三种都点一个。好啊，我要肉羹。还剩肉羹。17.24，180。哦，你数学很好哎。你这是在臭我吗？哦，这感觉也是超烫，我感觉今天是一个烫舌之旅。聊天室先吃，颜色真的很淡，但是其实吃起来味道蛮重的。我感觉是它麻油，它麻油加的蛮多的，这只是我觉得吃起来会比一般的油饭再油一点。感觉漱口就没了，但是我认真觉得，我自己吃我会希望夜市食物量不要太多，因为通常来夜市会想要买很多种，量太多就没办法吃太多。就我个人觉得量还好，觉得可以这么少的关系。走吧。今天我印象对，我不知道你是走热度，我走到底还有大概四分之一了。有两排，你走过来看两排，你们走过去。这是什么大姐的排场？我今天看到夜市有茶泡饭，对，啊、哦，不是茶泡饭，就是加的是茶。哦，你要加的是这个吗？看得很猛，两块。要不要吃？摩根地。啊，谢谢。哎、欸，这看起来有料哎、欸。哦，它好嫩哦，嫩币。是啊。超级软、欸、哇，你手脚很快哦，三秒、欸、你看它有多弹，我只是放下来这样子推一推一推掉出来。好吃吗？那我最喜欢吃牛肉来了、欸、它真的很嫩，真的是嫩的币、欸、超嫩的哦，有料对不对？有料，超有料，这样的给你，哈哈哈哈，原来是这样，完美体会到这件事情，是哦，要这样哦，兄弟，没有，他给我们吃的是刚刚都是掉在地上，原来是这样子啊、哦，我知道了耶，哈哈，我们敢吃这种红萝卜吗？很快，敢啊，超爱吃红萝卜，你知道我小时候我会生吃，你才是马吧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佑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一佩。三立严选熊猫蒜，三立严选最划算，记得来看我双十一，一定要锁定三立严选。